向国际化，全国商业总会特别制定了民宿认证制度，借这个机会来提升民宿的水准，并且呢，让消费者能有更完善的平台来选择优良民宿。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，增加民宿业者的品质，全国商业总会推动民宿服务品质认证的措施，借由统一的组织加强管理与行销，不但让民宿业活络起来，更要吸引国际观光客。第一场的说明会就在宜兰举行，吸引了许多业者参加。